启述就话俾你听，由主耶稣基督佢认可嘅年份、认可嘅时间，而并且个颁布开始嘅时候，呢啲嘅 action 就开始啦。就好似拍戏 action， 其实我哋一见每一个印开始嘅时候，呢啲嘢先至有佢嘅 meaning 嘅，呢啲嘅声先突然间应验嘅。四个活物就是时间的唤醒者，它就是个时间表，是它叫你来，它才可以出来嘛。所以变成四活物就是代表了我们所讲这几章圣经之后所发生的所有东西。我想跟大家去理解关于四活物，其实你知不知道就是我们这篇信息的引发全世界的 action。 因为按住个预言就是哪个能够打开呢，打开了之后就会听到四次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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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现在你发觉神是不是印证我们打开呢？是啊，根本全人类历史都看着我们去打开，而事实上十王都很期待我们打开，但现在你今个礼拜所听的这篇信息就已经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去揭示去打开，而事实上接下来这几个礼拜我们会陆续打开里面所代表的意思。我想俾你知道，而家我哋就喺人类历史嘅呢一刻，我哋会见到全世界性嘅 action。因为点解咧？而家你由呢啲信息开始，将会见到十王佢哋嘅 action 嘅。你有冇留意？而家我哋就喺呢几个礼拜会见到佢哋嘅 action 啊！佢哋唔系喺历史上面做咗咁多呢啲嘢咁简单啦，佢哋而家做紧啲嘢，佢呢一刻做紧啲嘢。喺之前我哋会睇到哦，九二三啊，奥巴马啊，同埋呢个教皇啊，搭正9:23啊，去做呢样嘢咁样。而家我想俾你知道，我哋会见到每个礼拜佢会平衡我哋一样咧，去配合我哋所讲嘅信息。因为按住历史里面所预言，就系当我地讲咗呢篇信息嘅时候，神安排咗喺呢个时候解开啦。当佢解开人嘅时候，其实 action 开始咗啦。就好似个导演讲话 action， 佢哋个个开始会配合。